家晚上好。Hello，海绵宝宝终极粉丝。Hello，今天没有迟到哎。哦，对啊，今天准时。海绵宝宝终极粉丝，我第一次看到这名字哎，好酷哦。Hello，尼哥。我今天就是放学就直接下来，所以就比较不会迟到。晚安，晚安。Hello，切尔东。Hello，小杰。小杰你好。大家晚上好。Hello，塔瓦哥。嗨嗨，你们吃晚餐了吗？嗨，小杰嗨，旁边有水，然后再一个圆，那字怎么念呢、啊？圆吗？就是什么？右左边一个水，然后右边一个圆。哪个圆？一元两元的元？对，然后是那个上面一个二，然后下面一个二的那个。圆呢？哦，阿远 阿元，对，Hello，对。阿远。今天很准时，对，今天很准时，因为就今天放学就直接来，然后我还带化妆品来公司化妆，我刚才没化。Hello，变成新鲜柠檬，不想用特效欸。谢谢可爱宝宝队送的真情告白。Hello，膝盖帮。为什么今天都没有人好奇？就是好奇我今天是跟谁一起吃的？因为看起来就没有人都没有人问吗？就是他们应该也习惯已经我旁边有个人，他们应该会问说：“哎，玲玲今天跟谁一起直播啊？”这可样。能成长到不需要人了。按照惯例，猜猜旁边是谁？然后你们猜猜今天是谁？Hello，水果教主，Hello 夜雨苍神，谢谢你的感情，康乃馨，我只想看玲玲，谢谢，谢谢保护队送的喝牛奶。Polo 羊说其他人不重要，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变成新鲜柠檬说：“那今天的嘉宾是谁？你们猜，你们猜今天的嘉宾是谁啊？”Hello，苦味羊奶。Hello，加树。Hello，维他命。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你们吃晚餐了吗？Hello，大古惑。所以是谁？旁边是黄秘书。有人猜对，可是你那名字是嗨。日文，我不会念。黄秘书他现在很认真在工作。耶！玲玲也在工作。看马油之前先来关心玲玲，谢谢你。玲玲比较重要，所以旁边是谁？黄秘书啊，好吧。今天本来是小弟，今天本来是小弟前排，只是他记错时间，然后我反正是中间有沟通上的障碍，然后他就记成7点半，哎，他就记成6点半，可是我是7点半开好，播。哈哈哈，很详细。所以就临时找不到人，然后就黄秘书就拿着他的电脑来，嗨，他电脑贴了很多的贴纸。哦，这是我跟别人借的，哦，为了要跟陪你。黄秘书早安，有人跟你说早安，原来也有按铃，不对啊，一定要按的啊。小秘书有收到真奶吗？收到什么？真奶吗？为什么我会收到真奶？你上次有迟到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邀请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有啊，没有，是不是？哎，怎么又一杯？我的呢？我今天来公司的时候就看到办公室里面的人在，就是他们自己订立刻下。怎么感觉今天比较冷？又怕讲错话。会怕是不是？会怕。会怕。
可以怕，不用怕啊，很怕，轻松聊，轻松聊。你要说办公室的姐姐，没事，可以继续说，没事没事。姐姐。对对对。姐姐。怎么了？你可以继续啊！哎，我就做我的事，你就聊你的，好不好？轻松聊。我说。哦，那个谢谢保护赛送的真情告白，他一直挡住了留言的。谢谢医生送的感性康乃馨香。我说的冷是物理的冷，为什么？你是说，你说外套吗？什么意思？很爱吃的那个姐姐吗？哦，你不好说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啦，是。嗯、我觉得，对，我也蛮爱吃的。怎么了？不能叫黄秘书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在念留言，然后留言是说黄秘书，所以我刚刚就念黄秘书。这其实很好啊，这是姐姐，对。啊，没关系、啊。黄姐姐姐。没有，黄秘书可以啊。嗯。我是说，你要说，办公室，你刚刚不是说办公室在订饮料？你要说 哦，办公室的姐姐们在订饮料啊，会比较对大家比较尊敬一点。上次哦，他迟到了20分钟。谁知道了？谁爆料了？谢谢。今天穿外套有人，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要穿外套吗？就只是因为我想要，就是，因为放学就直接没有回家，然后我就直接带外套披起来。所以里面制服吗？科服。所以是可以讲自己读的科系。不要。我记得那个谁。你有讲吗？我记得那个谁。就。医生前辈，你可能不要谁什么前辈？他是自然组，是自然组可以讲的。就是你可能可以说你。谢谢保护队上的邱干心。对你，然后上课在上什么？但是不用太详细这样。我觉得留言真的很多，就是会，好不能被留言捣乱。谢谢一层送的肉骨茶，Hello 乔达叔。很多礼物哎、欸！谢谢保护队送，对啊，他们都送九个，那是新的吗？我是我第一次看到。很可爱啊！乔达叔是谁啊？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不能说是谁啊！你就说乔达叔好就好啦，什么是谁啊？你也没有几个知道是谁的，你不能这样谁啊？不行，然后说好，这是母亲节的哦，对啊，大家母亲节我们要去哪里玩吗？还是已经过了？是不是过了？对，过了。哪里过了？哪里过了？五月五号，现在不是五月八号。是吗？过了吗？五月五。这周吗？五月五是母亲节，然后已经是五月八号。哈？不是五月十号，因为我记得我们家五月十号出去玩。你知道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。对。所以是哦，所以不是哦，对，嗯，好。OK。五月第二个天，好，苦味羊的表示傻眼，嗯，今天是哪个前辈？今天不是跟前辈，今天是跟黄姐姐姐。Hello， 你把我名字讲出来了吗？这也没关系啦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刚才是把我的名字全名念出来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可爱可以原谅。谢谢保护最送的带你去流浪。这什么东西？那我刚刚比出这个奇怪动作，没关系，我们都知道了。好。可以聊你母亲节啊，母亲节的计划、啊。母亲节要去哪里玩吗？有吗？手势怎么了？没有怎么了？决明子阿姨，哈、啊？为什么决明子阿姨？好。直播是会慢半拍，然后粉丝他们看到是比我们下一排慢的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可在讲这个东西，然后粉丝们他是会过了几秒钟才看到。哦，这是一定的啊，就是说他们打字也要时间啊，大家打字也要时间。看来黄秘书的压制力比较低，没有，其实那个蛮大的。什么？你是说我比较大只是不是？蛮高的，就是压制力吧，就是表情。我表情有很难看吗？我就笑了、欸。不是，那就是有压力。没有啊，我也笑笑的、啊，是不是？不是笑，谢谢保护队送的真情告白。
物理压制力，我听不懂什么叫物理压制力。物理呢，就是不是说我，就是不是精神上压迫你而已，就是我物理上，我真的长得比较大只，所以你压迫你。没有没有，哦，我哟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这开玩笑的啊。我们说最想那样，没有啊。其实我觉得，我觉得，我不喜欢，我比较喜欢有肉一点的。真的，跟你自己很瘦啊。我已经不觉得自己很瘦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普通，可是别人一直说很瘦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瘦还是怎样。就我觉得我自己还好，可是别人一直说我很瘦。你超瘦啊。嗯，是吗？可是我们成员很多都很瘦啊。真的好。可是我脸是有肉的，看，就是胶原蛋白啊。自己讲。年轻的胶原蛋白。谢谢吉米周送的肉骨茶还有康乃馨。真的。啊，哦，算 BMI， 哦，我就是在学校吃蛮好的，所以就有变胖。吃蛮好的，真的假的？就是我在买卤味吃。卤味很好吃哎、欸。很好吃，是学校卤味很好，这些就是自己夹，就是自助式。是吃到饱吗？就是自助式可以自己。但是它是称重吧？看你夹多少，他可能会说三个二十这样。哦，他有个 set 这样。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哦、好棒，饿了。我们，就是中午会有美食节，然后美食节过后，然后午休完，然后还会有卤味，我觉得很幸福哎、欸。超这么吃好，然后你知道吗？还有什么吗？贩卖机。只有你有资格，哎、欸，你这样吃完卤味，然后贩卖机的饮料，然后你又来喝。所以我在吃那个，对。又来喝手摇。对。哦，还有哦，因为我学校有便利商店，好幸福哦！里面有关东煮啊什么的，就好幸福哦！天哪，这边过得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不好意思，表人饿，羡慕我就羡慕，超羡慕的啊！可以吃啊，反正又不是艺人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又不是艺人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其实可以吃很多，可是就是要我都是那种少量多餐型，就是不能一次，就是可能慢慢吃慢慢吃那种。哦，找到一个让我变胖的方法了，就是慢慢吃，一次吃一点，一次吃一点。谢谢一层送的康乃馨，谢谢保护队送的蜂蜜柠檬水。哦，今天真的好安静，怎么弄？我觉得，没看到另外一面的我。因为我平常都很嗨，我觉得我这次还蛮冷静的。是有压力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对太怕讲错话，太怕讲错。谢谢北原神推的送的，大家都送康乃馨。哦，对了，母亲节，母亲节要去哪里吗？你们打算怎么过吗？母亲节，我现在好久没过母亲节。母亲节。我猜你多久没有过母亲节？是不是一年没过母亲节了？就是母亲节，对，我没有那么笨，我没有那么。你去年有过吗？母亲节？好像有，因为我们家人都会就是一起去聚餐。棒哎、欸！今年要吃什么料理？哦，我们要去，这是好像是他们说要去吃什么海鲜。海鲜？家里有缺干女儿吗？干女儿。我们现在小孩够多。可恶！拒绝了我。而且是要换一个女生。而且我是大姐姐，就是我年纪最大的，我有两个弟弟。真的哦。一个是亲弟弟，另外一个是堂弟。哦，很棒哎！这有点太细节了，就你就说弟弟好。有人听到海鲜突然变海中风餐，现在已经在中风。吃太多了。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海鲜，因为我觉得剥虾子很麻烦，就是这可能今天晚餐。桌上有虾子，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会那种主动剥虾子，然后问大家，我就是那种不会主动剥，然后也不会，就是没有人剥我也不会吃那种，就是有人问我才会吃，因为我很懒，然后就真的是哦，连吃都懒，就是剥虾的部分，就连那个，那我不是很喜欢水果嘛，可是我会讨厌吃一些有籽要吐出来的水果，例如西瓜还有葡萄，可是有无籽的葡萄我就可以吃。就我就觉得有籽的水果，然后你还要吐出来就不喜欢那种感觉，可以理解手会很脏很麻烦。对啊，
玲玲最近有变乖吗？怎么那天都这样问我、啊？每个人、每个老师、所有人都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最近有没有乖啊？”连老师都问吗？对。我刚才进来第一句话也这样问你啊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就是想看到你进步啊。我很调皮嘛，因为我很调皮嘛，是因为我很调皮嘛。就很可爱啊。然后，那你为什么要问你最近有没有乖？但都会这样问啊，就是就跟你最近还好吗的感觉一样。就感觉问小朋友说：“哎，妹妹，最近有没有乖乖的啊？”对，大家都把我当小孩。啊、我也不很是很吃海鲜，不过我喜欢去水族馆玩。哦，水族馆玩，玩你说就是跑这样吗？因为水族馆有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玩的、啊？就只能看鱼啊，就这样跑然后看。嗯，水族馆。你会觉得很治愈吗？就是看那些鱼。我想在水族馆里面睡觉，就是你之前不是肯定不是有那个吗？有那个可以在里面睡觉的那个。我就很从小就很想，就在里面睡觉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是，今天限制期是谁？两位姐姐，不是这个啦，是你说人的还是这个？就是这是东西，然后你问的是人还是东西？姐姐刚露出一种那种。问的是人，今天没有。哦，人吗？再用两个。嗯，喜欢鱼，水族馆很舒服。嗯，我也是，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，我想再去一次。东西会自己会啊，会啊。哦，物理人按这个东西，所以好像也是人。我不要再把我自己的 OS 讲出来。对，我觉得你现在有个课题。我不能把我自己的 OS 讲出来。OS 有的不错，但是你要先思考过后再讲出来，怎么样？就是、好不好？我嘴巴太动了。先用脑。对，先用脑。真的。怎么笑成这样？我真的很容易笑到失控怎么讲？为什么会笑到失控啊？哦，那玲玲的 OS 蛮好笑的啊，真的吗？你们有听得懂我的 OS？ 因为我思考方式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，然后因为我怕你们听不懂，然后就觉得我很奇怪。Hello， 与你同行。Hello， 钢铁韩粉，放下我包。嗯，我觉得我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跟平韩前辈学习，可是我是要把他那个欧包捡起来。你要捡他的藕包放在你身上？捡我的藕包，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藕包，只是我还没有找到，或是我还没有捡起来。你还没捡起来啊？就是我觉得，因为就是前几天，跟那个碧如姐说，玲玲说她要把你自己的藕包捡起来，所以我在想说，是不是就是我还没有把藕包捡起来，或是我还没有找到？因为每个人一定都有藕包吧。对啊，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有一点点。唱的，你说我唱的，我起鸡皮。你说我上次唱的那个《珍珠美人鱼》吗？好听吗？不好听。你可以参加计划，教平衡如何放下我吧。对啊，就是那个，对啊，就是怎么了？有点可怕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，那时候我就觉得说。哦，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首歌，然后结果那个谁，婷丽他就真的放了，然后他就真的唱了，就突然是你是物理上的偶包，爱照镜子。哦，对啊，我超级喜欢照镜子，就是我只要走到有镜子的地方，我都会照。然后更夸张的是，就是我只要想照镜子，不管多远，我都会走去照镜子。然后我朋友就会觉得很问号，就是顺路可能看到镜子就这样照一下。然后他说：“我问你，对，糟糕了没？”讲，就是我唯一的偶包，就是现在就只有照镜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觉得照镜子是没有压力的一件事情。你有，你会偶包有？我觉得人都会有，只是多或少。你可以随身带一个小，有啊，我每天都会带个镜子，在哪里啊？在我包里。你可以，对，然后你给我。
好浓哦。谢谢保护队送的真情告白。谢谢玲玲第一写信送的 LOB 跟 Kiss Juju。玲玲有钱包，我有背包。哈？哦，是哦。哦，不可以据点人家，因为我听不懂。那你就笑笑说谢谢，谢谢。嗯，好。嗯。我拿了吧。哦，不知道是什么。你说藕包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还是你觉得我在我身上找不到？嗯，藕包，姐姐可以解释一下藕包这个东西。啊，偶像包袱。偶像。你好直白。对吧？我是我不像我是哎，就是揣摩，就是藕包这个东西。我是一位偶像，然后我包袱。我无法，我觉得我还要再慢慢思考藕包这种东西。嗯。只是要怎么表现出来？嗯，不用特别有偶包或没有，我觉得你就是正常的讲话就可以了吧。正常讲话会有点不习惯。正常讲话，正常讲话要就是私底下才能正常讲话。工作上，工作上要有工作的样子。对。嗯，你现在有了吗？有啊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姐姐就是，她都就是对我无言的时候都会说很可爱很可爱，就是代表她无觉得很无言，就是，是不是？对，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。你很可爱啊！就不知道接什么，就说你看，你可以从这里学到一点小技巧啊。当你不知道怎么这个留言该怎么回应的时候，你就说谢谢，你很可爱哦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一个小技巧？可以吗，经纪人？好。我真的说他可爱，正常正常讲会炸掉，哦，真的假的？谢谢，讲完，哦，正常讲，哦，他说他刚说正常讲会炸掉直播，所以这个我要说谢谢哦，我还是要随便你，随便你，都好，那你发明一个可以回应的，我不会炸掉直播，对，我不会，你说炸掉直播，我不会炸，不会爆炸，它不会爆炸，所以直播间不会炸掉，你说哦。我不会。好，没事。哎、欸，你很嗨哎、欸！怎么了？你很嗨哎、欸！有吗？很开心的感觉，很好啊！直播要开心啊！那你聊开心，我现在就是因为太饿，然后去买东西，然后被记，然后我就说开心开心。被什么记？就是因为我就是中犬，就是不能在上课时候在外面，然后就有点小迟到。不要讲这个，玲玲不用分享这个。红秘书终于理解玲玲，对我理解了，所以不能讲。理解为什么？就是不要对，你可以分享别的啊，开心开心就好了。我要来夸大自己的优势，就是自己好的地方，我不要再讲自己不好的地方，因为我发现我之前的直播都在讲自己不好的地方，就是例如说，我在讲自己。哦，我很懒啊什么的，跟其实不会有一个偶像说我自己很懒。对，就是你就是，我们才会看到更多就是你很讨喜的一面，或者是你是怎么样的人。讨喜吗？我讨是我讨喜吗？有的时候蛮讨喜的。哦，有的时候蛮讨人厌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可能。你看你有讲负面的，你不是要讲自己优点？好好好，好嗯、我要来夸大自己的优点。没话题就来说黄秘书吃了什么。黄秘书今天早餐吃了什么？真吃蛮多的，要从何讲起？早餐从早餐开始。那你也要分享你的。啊，我们来互相分享今天早餐吃了什么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来聊早餐，你吃什么？林英吃什么？我今天早餐吃那个，那早餐吃什么？哦，饭团。好可爱哦！饭团哎，很可爱啊。经纪人吃什么？饭团不错啊。不是经纪人，你今天早上吃什么？我今天早上没吃。你今天早上没吃？我不吃。怎么不吃？要那个均衡饮食，要三餐正常。我被玲玲骂了。没有，我只关心，对，关心你。要就是吃的好，睡的。就刚醒哎。
对啊。那黄秘书，你今天早餐吃了什么？我吃的水煮蛋、吐司、优格、豆奶。吃太多了。优格里面加麦片。那我想看 ，OK， 我还要吃早餐之后的点心。我吃关东煮，我吃了两串丸子，然后还有那个，像那种杏鲍菇，三个杏鲍菇。三串吗？三串，对，三串杏鲍菇。那吃很多哎、欸，你意外吃很多哎、欸。早餐的点心。所以那不是中餐。不是。哦，所以你的 brunch， 它有早餐、早午餐、午餐。所以它的 brunch 就是关东煮。是我饿了就会吃。就是想吃就吃，因为我学校真的太多好吃的东西，就是会一直想吃。很棒哎、欸！就是我找到我自己变胖的方法了。你是吃不胖。体质，因为我妈妈也是吃不胖。很棒哎、欸！蛮好的。我也觉得蛮好的。可是我觉得太瘦也不好。嗯，要健康的瘦。就是还要肉肉的地方，就是之类的，就是脸啊，还是要肉肉，不然如果脸没有肉的话，就看起来很干瘪，就看起来很没有。胶原蛋白，你很注重胶原蛋白啊？很注重，胶原蛋白很重要。对啊，就是你就是要有那种会，就是你能懂吗？就是那种乖乖，对对对，那种 Q 弹 Q 弹。旁边除了黄秘书还有谁？就是经纪人，管理直播的。没有，我在聊天。我也吃不胖，你也吃不胖，同类。就是就吃不胖，就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啦。黄秘书胶原蛋白过多，玲玲觉得很不错吧？我的胶原是说我胖的意思吗？没有，其实我觉得黄秘书他的皮肤很好。嗯，蛮好的。怎么那么开心？嗯，这我今天收到唯一一次赞美。因为我看他的照片，然后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婴儿肌肤。开心开心，我真的开心哎，对不起。我有点太开心了，抱歉。就很，而且笑的时候很可爱，笑的时候。很像松鼠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要说很像松鼠？很可爱。诚实啊。就是我们都会去那个，就是很多哦，就是公园，我们家公园附近都会有很多松鼠在看，想说，这不是黄秘书的身影，怎么会有熟悉的感觉？松鼠啊。仓鼠是 Mina 前辈，仓鼠跟松鼠不太一样。都可爱，都可爱。黄秘书，这蛮好笑的，而且这好像是 Mina 先这样乱叫黄秘书。你有被这样叫过吗？就 Mina， 潘姿怡小姐，然后现在玲玲也学到了。你好多绰号，黄秘书。黄秘书什么时候要开始去成员家巡回蹭饭？怎么样，玲玲要不要做饭？我奶奶做的便当。真的很好吃哎！你吃过？我上次不小心。你到底吃了多少？没有，我不小心吃了。他说很好吃，然后就一直疯狂说，要不要下次来跟我说？这是真的蛮好吃，就是有奶奶的味道。奶奶的味道啊！就是家的味道。家的味道。就是一般人在外面吃不到的。真的。就你做给那个玲玲做给孟纯的那个便当，我大概吃了三分之一。谢谢你吃了三分之一。因为孟纯不能吃那么多，孟纯前辈不能吃。孟纯前辈他是，我觉得他孟纯前辈其实是没有吃很多。真的、哦。这只是就是有些人体质就这样，就可能一出生就这样。不知道，你不要那么就是 confuse 那个孟纯前辈的体重。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。就是看到孟前辈就想到体重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就只看到他体重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再看到他其他另外一面。你很棒哎！给你一个赞。他很棒哎！就是可能在他角度旁边说哦，你有没有吃东西？就是话题都围绕在这个东西，就 boring。你怎么批判人家 boring 啊？那你讲的蛮好，就是说人看一不能只看一面嘛。有很多面向，那我们再回到你中午吃了什么？卤味。哦，对，你刚才有说吗？我吃了两次卤味。你整天都在吃卤味啊？很好吃啊！有一次有加辣，有一次没有加辣。你吃辣哦？嗯。真的假的？就是无辣不欢。跟我一样哎！那我们下去吃麻辣锅。他很适合跟我们一起去吃麻辣。对，你要不要下次跟我们去吃麻辣锅？可以、啊。你会压力太大吗？会。还要请，还要请其就是其他成员一起，一个人就有点。哇，我们麻辣锅小队很多人。我们麻辣锅小队超多人的，对。哇哦，好特别哦。好
好特别。第一次知道哎、欸。说麻辣锅小队吗？对啊。没有，就是谁想吃就可以来。麻辣锅的也跟。那很幸福哎、欸，下班就揪他一起去吃麻辣锅。对啊，那下一次一起。真的可以哦，要不要？嗯。他感觉有点勉强。可以可以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因为我也和就是下课放学，我也会和朋友一起去溜滑梯。溜滑梯好可爱哦！怎么会在溜滑梯？因为就是有时候，你看读书压力会很大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需要抒发，然后就要用一些比较正常的方式，就是溜滑梯。可是很棒。而且就是有童心的感觉，就是。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。哎、欸，以后要不要我们也揪团去？了解了他的内心小世界，对吧？哎、欸，还是我们下次压力大的时候，我们全部公司就一起去溜滑梯，怎么样？领领带队，好不好？所以他要组一个溜滑梯小队。对，溜滑梯小队。黄秘书一揪，万众响应。走起。走起。有你麻辣锅，麻辣锅，有你麻辣锅。那就是 MLG 麻辣锅怎么样？可以，读书压力大就去溜。可以啊。对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UNIT MLG。对。MLG。蛮有趣的。我没有附和你的意思。麻辣锅。小一才会这样，小一不小一，国小一年级哦，国小一年级就只会哭吧，国小一年级就是。就国小一年级根本不懂什么是压力吧，是吧？对啊，国小一年级快乐，溜滑梯大赛，谁溜得比较快嘛？还会去荡秋千，啊、哦，荡秋千好玩！我上次去那个大安森林公园，真的是荡秋千的，我就会和朋友去公园玩诶，就是。我是一个，就是看到别人笑就想笑，就是我的那个，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吗？就是我现在坐在这边，然后前面就是两个姐姐，然后现在就是会看到她的脸，我现在会看到她的笑，我就想笑，不行，我要冷静。谢谢膝盖帮送的感性康乃馨，你们把什么？你们跷跷板放在哪里？跷跷板也很好玩啊。就可以看到底谁比较重，嗯，是吧是吧是吧，你是一个可以看出谁比较重的一个东西。对啊，的确啊，就是如果玲玲跟我一起去玩跷跷板，其实他有人说溜滑梯比谁比较快，那不就是比体重吗？这跟这个有关系吗？可以加速度。是啦。还有当天穿的裤子。对啊，还有很多材质，还有环境因素啊。我是国术啦，不是膝盖吧？为什么不能叫你膝盖吧？嗯，你知道膝盖吧是什么吗？小提前辈。对的。的。好吧，就叫你国术。那你可以叫他全名啊。膝盖帮国术这样吗？对啊。好。就是很像。溜滑梯太重的话会卡住，哦，太胖的话也会卡住，不是太重的话。是太胖的话会卡住，嗯。阿贵仔 ，Hello， 阿贵仔。膝盖帮，叫我膝盖帮的话会叫到太多人。哦，知道，你只想让我看到你，对不对？好，天天玲玲，那你要称呼我什么？天中玲玲第一天，我要称呼你什么？就田中，然后就玲玲的第一写信，这样就这样啊？还是你想要我叫你什么？溜滑梯还有比心机啊，例如在滑梯上面放图钉。那、你知道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图钉会滑下去。你很聪明耶！对啊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想要这种东西，就是会滑下去，懂吗？刚刚玲玲是不是突然掉了一下？我一直都左左没有掉下去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就想说这样回答好了。好好好，不是吧？真的是不该封图钉。到底谁会这样想啊？你这心术不正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这样批评人，你怎么批评人家？你就笑笑带过这个话题就好了。好，哈哈哈，哈哈哈。他超干的，他说哈哈哈。
心术不正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他开玩笑的吧，他开玩笑的。哎，我刚刚点到头，好，对他欠批评，没有，这不是批评的意思吧？心术不正其实不是批评的，那只是讲述而已啊。你可以跳过这个心术。好，跳过，跳过。你以后就这样 jump， 然后就，我好笑，就跳过这个。玲玲是配合完，对嘛？就你懂我，我就知道你懂我，我只是想配合一下而已。谢谢，那怎么念呢 ？D A N I E L。Daniel， 对，我在说，哦，我又不想，好像不是我在直播间，大家都觉得我英文很烂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你不是风格就是走那个所有英文字母都要念出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 D A N E I E L， 谢谢你送的感性康乃馨。讲述事实，对啊，我只是在，没有，我没有在讲述，哦哦，会被你们搞乱，没有，我是在，哎，随便，以后玲玲要准备一个 pass 的牌子，你说什么？欸，真的好可爱哦，在哪里买的？好像是碧如姐姐在日本买的。哦，那台湾有买吗？不知道哎，跟她找一下，蛮可爱的吼。对啊，在家里无聊的时候可以玩。有这么无聊是不是？手很闲的时候就这样。对，这可能就是会有人投诉你们很吵，很多时候会分不清楚是英文还是日文。罗马拼音，你说什么？好，一个人玩什么啊？你说还有什么一个人玩什么？你说在家哦，我在家一个人在干嘛？哦，我在家在干嘛？哦。其实在家哦，谢谢谢谢旅馆送的新纸管。我在家都在就是，我在家都在干嘛？睡觉。我是一个可以睡很久的人，就是一睡可以睡到，就是没有人叫我可以就是不会醒来那一种，自己一个人抢答。没有，那太无聊了啦。就是我可以陪我弟弟玩，就是。虽然他有什么没有什么好玩的，原来是冬眠，一个人抢答也太边缘。我蛮边缘，像我刚刚就坐在旁边这个角落，然后坐在外面经过人就问说：“玲，你在那边干嘛？”我就没有，我就只想要待在角落。谢谢成全送的新纸管。我想出考题给玲玲，好啊，你出越多越好。可是要那种可以出考题给我，你们想要出什么考题？考题好可以出啊，我看我要不要回答。他在角落会有一种安全感，会吗？会啊，会会会，就是可以靠着墙壁的那种感觉。喜欢海绵宝宝里面的哪一个角色？海绵宝宝。我已经忘记海绵宝宝有什么角色了。海绵宝宝、派大星、皮老板、章鱼哥、山迪、泡芙阿姨，还有那个啊，谁？蟹老板的女儿。对啊，你蟹老板，我刚刚忘记讲蟹老板的女儿，就是很大的那个金鱼。哦，珍珍。哦，对，哦，珍珍，对，对。你喜欢珍珍啊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想看。嗯，哦，我觉得其实珍珍有时候蛮像我的，就是我觉得我的个性。珍珍吗？对，看怎么了，怎么了？90度水还没有煮沸哦，哈？哦，珍珍哦，哦，珊迪，黄秘书是海绵宝宝的粉丝吗？大粉丝。哎，有人说我长得像珊迪，超不开心的。有一集珊迪冬眠蛮可怕的。聊剧情，哎，你很会接话，其实你很不错哎。谢谢。玲玲加油。好，你可以继续聊海绵宝宝。有一集就是很好笑，因为就是那个汉堡里面不是有那个嘛芝麻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天哪，芝麻里面竟然少了，就是里面好像有一集就是一定还那个里面芝麻一定有13个，可是里面就只有12个，然后就海绵宝宝就很崩溃，说为什么这只有12个芝麻？它不是只有为什么它只有11个芝麻？不是有都有12个芝麻？”很好笑，我喜欢派大山老姐。哦哦，你说派大星的姐姐？哦，那不是她只有出现一集而已吗？还有海绵宝宝还有演什么啊？海绵宝宝，哦，我也想要像就是哦，我觉得
就是我也想要有一个像海绵宝宝一样有一个那么的好朋友，就是派大星，他们两个真的很好，就一起去抓水母。水母，嗯，可以开一个玲玲的辅导教室吗？不用，为什么要开？嗯，对啊，为什么要开？不用啊。那不用啊，为什么要开？下一题。好，夜光闪亮亮，复仇者。哦，你会怕他是不是？玲玲靠你从一楼走到楼梯二楼要一分钟，如果走到四楼要几分钟？好，不想回答你这问题，太难了。直接放弃啊！不想思考哎、欸，这是很就是。你现在想要变成派大星，不想思考，是吗？派大星，派大星。他有在思考吗？吃东西，他派大星，派大星，有吧，有吧，他有在思考吗？有。有。飞行荷兰人。飞行荷兰人。他也没有出现过很多集啊，而且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，就是他到底平常是在干嘛的，飞行出来东那哎呦什么东西啊，哦快回答，哦他叫你刚刚问什么、啊、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其实我觉得黄秘书搞不好也会什么东西，对啊，你们，我觉得我粉丝在留言都有特别的点，就是他们会讲一些他们自己，就一样是在讲他们的 OS， 然后就听不懂。不错啊，那没关系啊，你听不懂你可以跳过啊，或者是没关系，你就说哎，玲玲有点不懂哎，然后就下一题啊 ，OK 的。爱吃荞麦面的群，谢谢幻影战士送的 LOV， 要告白转移话题了吗？可以啊，随便，你烦恼的样子其实也很好笑。好，你喜欢就好。我中文竟然这么不好吗？不是，是我中文不好，看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爱吃，谢谢爱吃荞麦面送的感心还有耐心，谢谢晨晨送的 LOV。LOV。你念 L O V 的时候很可爱，真的吗？我也觉得蛮可爱的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一晨送的蓝色一元棒。所以现在大家都要送 L O V 的意思吗？是想看我念 L O V 吗？谢谢爱吃荞麦面送的肉骨茶。我、哦、现在大家都在送 L O V， 我、哦、爱你们。他刚才是不是台湾国语？没有。他刚才说我爱你们。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。好。谢谢小杰送的。LV，LV。直播间就一开始就直接送 LV。中午只吃卤味吗？感觉之后有下午茶。我都会去贩卖机买那个卡迪纳薯条，而且是一次买两包，然后再配上那个冬瓜茶，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吃。就很像。上课可以吃东西吗？要看是哪一个老师。没有开玩笑的，但上课当然不能吃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，姐姐不能吃东西，对不对？要乖乖听老师的话，就是要好好上课，不要偷吃东西。不管在肚子再怎么的饿，就还是要等到下课。可是上课所可以，就上课就举手了，就让你去上。谢谢保护费送的真情告白，笑死又被按铃。啊，我可以，我自己按我自己的铃。哦，爆掉了！哈喽，怎么了？我只经过而已。哦，我想说，你用那个生气的脸看我，想说，发生什么事？怎样？会不会有那种不好的预感？你要进来吗？结束了，还没有。那我怎么办？谢谢爱吃荞麦面送的勋的大佬喝茶。
天被按几次铃，我没有算太多次了啦哦，我真的，而且还有我自己按我自己的铃啊，玲玲会犯傻了。哦，你说 LV 那个吗？就是做粉丝福利。哦。刚刚这样子，或是这样子。哦，你没有感受到福利吗？这，哦，你们喜欢就是，哦，你们喜欢这种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下次直播要少吃一点。你说什么少吃一点？看能少吃一点。哦，哦，好哦。Kiss 啾啾，你会怎么念？就 Kiss 啾啾啊，就是不会 KISS 啾啾，就是 Kiss 啾啾这样。因为我觉得有些就是浪 life 的礼物的名字，如果你要真的念出来的话，我觉得很奇怪。玲玲喜欢什么球类运动？哦，就是我不是很喜欢运动的人，就是国中的时候。如果说要运动的话，就只有跳舞而已，其他就都还好。还有跑步，就跳舞还有跑步这两个我比较 OK， 其他就都还好。谢谢保护队送的 Love You， 可能仅限于公园里的设施。没有，那不叫运动，那叫玩游戏，那叫玩游，对，那叫玩。玲玲对偶像的想法有跟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不一样了吗？我已经忘记我第一次直播叫什么，多多少少就有吧，对，有。这是歪的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谢谢爱吃荞麦面送熏送的，星儿送还有木香 A 级，还有超傻野猫咪。而且我觉得直播有个好处是可以小镜子，就是这样子就接小镜子，不然就还要很麻烦。就是你想照镜子的时候，你平常还要去找镜子照，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哎、欸，就是会有人一直想要照镜子是什么状况吗？在自恋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我是自恋系偶像哎、欸，我有一个新的名字出来，自恋系偶像，这是可以的吗？可以啊。可以，好。哦，天哪，我的天哪，可以不要把名字打出来吗？你是看到反光的都会照？对啊，就是不管是不是镜子，只要是可以反射到看到我的影子的话，我都会想看一下。我不知道什么、欸、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这样。长大应该会慢慢减。我就是因为国中的时候好像还好，就是我是国小的时候不会，可是国中就会，然后高中。越来越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哦，可能是因为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形象吧，这是好事吗？是，直接点头，是好事。自恋系偶像加油！玲玲平常有玩什么球？就你刚刚不是问过了？我不是就说我平常不是会运动的。不要崩溃，玲玲不要崩溃。我平常。就是在为运动，然后要他们就是国中他们在打球的时候，我在旁边聊天。我比较会做的运动就是，要么就是跑步，还有跳舞，就这样而已。100公尺跑几秒？16秒。我蛮快的，跳算很快吗？对，我跑步算快。你女生来说算很快，我好像30几秒。用走的没有？那走的没走吗？出来。打球不会，我真的很懒。可是打球会长高，跳水也会。可是我懒，就是我是不会，就是不想去做。而且我是那种，其实我是跑步也很懒。可是我一要测，或是老师一叫我跑步的时候，我就跑很快。老师都说我是兔子，可爱。就是可能一个人平常很努力在跑步，可是他最后跑100的时候，就是跑30秒。然后平常不跑步，然后一跑步就跑16秒，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。体育老师都说：“哇，你真的是个兔子哎！”就是龟兔赛跑，就是那个兔子啊，永远就是我。可是龟兔赛跑是不归你、啊。就是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是那个兔子啊，就是。哦，就假的睡觉在那边，然后就是，然后我做可以做很好啊。
就是懒不懒的问题，想不想问题，嗯，就是我知道这要改啊，这要改掉。天生会跑步，哦，跟那个吧，律动有关，就是天生会跑步吗？这跟有人天每个人都会跑步，所以没有天生会跑步这种东西。玲玲中秋节会不会要去回月球上？不会，我不会飞，所以我回不去。玲玲是兔子的话，跟膝盖跑步谁会赢？要看啊，如果我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玲玲如果是兔子的话，跟膝盖跑步谁会赢？玲玲会说台语吗？不会，我是客家人，可是我连客家话都不会讲，就是我都不会，我语言白痴哎。玲玲是天才，只是不想其他人输。我没有，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嘛。没有，不是，我只是真的就是膝盖是指乌龟哦，膝盖是指乌龟。哦，是不是潘之翼的乌龟啊？小迪的乌龟，所以才叫膝盖帮吧？哦，对吧？嗯，好。我还是听不懂，没关系。嗯，那玲玲喜欢吃客家菜吗？客家菜，我喜欢吃那个鱿鱼。客家小炒。那对对对对。哎，那你知道两个客家人他起的争执会变成什么吗？就两个客家人，他们就是有点起了小争执，请说。客家小炒。对，客家小炒。为什么是小炒不是大炒？客家大炒。因为他们只有起了小争执而已，所以是客家小炒。哦、不是大炒。哦。哦，好，好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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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会对付我哎，现在。好笑，好笑。好，这个反应好。好。嗯，玲玲满脸问号，没有我懂，只是反应有点慢而已。好漂亮的客家话怎么说？就不，我刚刚不就说我不会讲客家话吗？都没有在听我讲话。谁会啊？讲。哈？你会不会那个捷运的客家话？就都不会啊。都不会吗？就是你不会学习什么板南线啊、淡水线啊。嗨站。对啊，嗨站怎么会？我在捷运都听音乐。哦，捷运都听音乐啊，可以理解。嗯。我要听到黄秘书特别笑话啊、哦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讲我，因为他会听，所以是平常大学会听做这种事情的人。对啊，就他可以背那个啥。对啊，昆阳，昆阳，昆阳。对啊。可是平常太无聊。不会吗？平常太无聊。你要市政府，你会吧？市政府。我平常都知道国父纪念展。展啊！国父纪念馆。鬼狐纪念站这样子，鬼狐。你音乐都听什么类型？音乐哦，我会听嘻哈饶舌，或是新歌，或是 AKB 的歌，就是我都听，英文歌也会听。可是古典乐我会听，看不出来。声乐我也听，就是钟楼怪人那种，对，就是那种杜兰朵公主那种我也会听。哎，你很不错哎，来一段。我不会唱啊，可怕你们伤到你们耳朵，这可能要请那个解心前辈来。那下次邀他一起来唱怎么样？嗯，可是他不能陪我直播。这个不用讲出来。好，你这样下去是不是连中文都不会讲？不会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玲玲竟然那么有气质，竟然想哈、啊，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让她觉得我有气质？你听了一些古典乐。哦，古典乐，哦，就是心情很浮躁的时候就需要听，就是你可能心情现在很浮躁，就好像你也不能听到嘻哈饶舌，你就会让你自己更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是你要听那些比较，就是古典乐，你才能有那自己的情绪。嗯。谢谢一晨送的感情康乃馨，谢谢保护费送的真情告白。哦，
没有啊，其实不是听古典乐就有气质，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之前国中有遇到很多学音乐的，就是朋友。我们姐姐们很厉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我还没有讲完，他们就知道我讲错话了。就是他们就是我还没有讲错话，他们就有意识到我会讲错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知道。因为你的开头，第一个我们就是知道多夸奖人嘛。跟我们聊一点好事哦、对，你认识什么样的人不错，我们聊这些。可是他们就是很有气质，他们很有气质，是这样，只是不是说是又不是说哦，我想哦哟，好，要不要给你机会让你讲？我想还原这段话了。好，那我们让你讲。对，他们很有气质，可是他们不是说真的就是一直有气质，他们还是有，还是有，就是像黄姐姐这种嗨幽默的个性。好，哦，对，可以。我就说我可以还人，就是哦，可以哦，我太棒了，你很棒，我成功了，你很棒，你刚才那段很棒，就是这样讲话就可以，一定是 diss 人了，没有啊，我刚刚有还人回来，对吧？一开始，转回来，还没开始就不会有，就是还没结束，膝盖帮送，谢谢膝盖帮送的掌声鼓励。其实我们也知道，所以你们其实都知道。哇，我小看你们了，我以为你们不知道。哦，那你们要提醒我啊，是不是？只是可能我很来不及。他们大约知道你说话的方向，是吗？对。哦、那我要让他们抓不到我说话的方向。怎么那么厉害？那你要更厉害。我要思考要怎么让你们抓不到我说话的方向。好啊。我就回家可以思考一下。为了要让我们抓不到，你不是应该要精进自己直播内容吗？就是让你们抓不到，然后反而，然后我也可以，我可以不讲错话，然后也让你们抓不到。很好，可以接受挑战。我们打字没有你用说得快。哦，是哦。那我以后可以用那个罐头文字，然后弄一个贴图，然后那个贴图就代表我讲错话，然后你就可以。好像蛮可爱的，就说玲玲，说错了。我们阻止不了你啊，我们不能啊，你们，哦是哦，嗯，看留言也有延迟，好吧，那算了，就不要讲错话就好，按下去会跑出零零零，零零零，其实我觉得我的 catchphrase 就是蛮怪的。这零零零零零是谁打给我？跟，只要你们说是我，这有什么关联性吗？这是一个就是互动吧，就是，对啊，哎，不然我们可以帮你想啊，或者是你可以跟粉丝一起想啊，没有说不能改啊。如果你真的有想，还是就零零吧，因为我朋友说蛮好笑的。哦，那很好啊。他们就用这笑我，说我很好笑，结果大家都抓不到零零想法，哎。我心语预定，哦，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蛮有记忆点的啊，起码记得你叫玲玲。我一开始没有想到我的玲玲会有人用数字的零，真的吗？是有人用，我觉得哎呀蛮可爱，然后连那个彭丽书也用哎、欸，很可爱啊玲玲。我就哎玲玲好像蛮可爱的，这两个数字零，嗯，不错哈、哦。不是零一前辈，对啊，为什么会叫你？女性然后累积，对，叫这个零一。因为呢，他之前绰号零樱，樱花那个樱，他喜欢樱花樱，然后零一就变成零一。好牵强啊！好像你第一次开台我就打零，哦，是吗？真的吗？因为扇子的零零比较好做。我觉得没有诶，要做的好，因为零它是圆形，你要怎么去？你要剪掉那个中间那个圆，那种困难，然后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剪歪，就变不是零零零音，打错字会尴尬，数字不容易打错。哦、好像也是啊，我八点半的。哦，你是要念榜？对，我要念榜，可是我的手机不能念榜。哦、真的吗？对。
你借他一下。哎呦，哎，那如果以后自己直播，你要怎么看？其他人都怎么自己看？我没有，我爸爸会来家，然后他会写纸条，然后丢到我房间，然后我要自己去，然后他们都知道。很可爱耶。对。爸爸好可爱。他是我的小助手。爸爸是小助手。然后妈妈有时候有一次就是我在家的时候，他就从我就是房间后面端水果过来。好可爱哦。然后就这样吃。超可爱的。有吗？你有爸爸？对。还说爸爸他字不是丑，是我太丑，我看不懂。就是他的爸字真的很艺术。好，我要从第15名念。玲玲觉得成人陪伴还是黄历书陪伴比较让你放松？怎么会是我呢？我觉得我都可以应付得来，是不是？我超棒，就是不管是成人陪还是黄历，我都可以应付得来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都蛮放松的。嗯嗯，慢慢成长。好，我要来念吧。第15名是膝盖帮，谢谢膝盖帮果树。第14名是夜雨苍神，谢谢夜雨苍神。嗯，13名是 TTP 好多组织，谢谢你。第12名是膝盖。怎么了？你要开心的，谢谢大家。气儿，谢谢你。这样好。第11名是水果教主，谢谢水果教主。第10名是陈圈，谢谢陈圈。然后第9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。干嘛这么大声？因为刚刚那个黄秘书说你要开心的念榜啊，就突然那么大声。这边好多膝盖榜，应该是上次我跟那个小迪前辈就是一起，然后大家都觉得可是可能会有小迪。可行。我刚刚要挤啊。就好，第8名是小杰，谢谢小杰。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我正在听你直播呢。可是你会忘记还是？他很认真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第几名是侦探哎？哇哦！吉米周，谢谢吉米周。第6名是 MING， 谢谢 MING。第5名是逸晨，谢谢逸晨。第4名是你哥，谢谢你哥。谢谢玲玲，好，谢谢你。第3名是田中玲玲，第1血型，谢谢你。你是第3名。第2名是爱吃荞麦面的寻，谢谢爱吃荞麦面的寻。第1名是玲玲的单纯天真开朗，谢谢你，你已经好几次都第1名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你很厉害，谢谢你们，好。辛苦了，小迪说要照顾你，什么时候说的？我很感动。什么时候说的？哦，上次我那个跟小迪前面直播完，我跟他宣谈了一下，他说我是就是，他说稳棒，可是他好像都是一直就是都会称赞别人，就是前面他们都是那种。讲好的那种，就是不太会去批评别人。对啊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看到别人好的一面嘛。谢谢宝贝送的真情告白。好，拜拜，你就棒，我就烂啦，拜拜。他要最后爱你。你要接受别人的好意呀、啊？我没有不接受啊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零零零，拜拜，拜拜。